下一题就是什么？跑是什么意思？来解释一下。跑，我知道。他们又知道了。那这个你们怎么可能会啊？拜托，这个字这么简单，这个我会知道啊？你怎么可能会？这个跑很难呢。跑跑二声跑，跑那么简单。跑跑就是不二，不二就是跑，不仅可以拿来洗碗、刷牙、刷背之外，还可以拿来干什么？跳原住民舞蹈。哎呦，嘿咻嘿咻，嘿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大，没事，弹完了。你这个很烂哎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用这个发出声音哎，啊，你没有发出声音哎，一直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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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刷牙，你牙齿这么大，要发出声音，很简单啊，对啊。打击乐你有听过？打击乐有听过。哦，哎，怎么可以打的？怎么可以打人？这样也可以吗？因为是打击乐啊。哎，行吧。那是打人哎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等。打我！哎，不公平啊！打击乐队，打出发出声音，对啊，痛哎！哎，本来好这一题呢，你们又失败啦！又失败，失败，真是的，根本就不对。好，卜卦，卜卦知道什么东西吗？有没有人知道卜卦是什么？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？哎，小猪，小猪，哎呦，大卜卦。对啊，跑这么简单。跑就是葫芦的意思嘛，这个吼，我妈妈也有说过啊。葫芦丝呢，就是葫芦晒干之后做成乐器，就是葫芦丝。哎呦，对啊，那葫芦丝在哪里啊？哎，小猪，葫芦丝，葫芦丝，哎。你们应该改名叫小叮当，不应该叫三只小猪，你什么都有哎。对啊，我们有备而来啊。哎呦，真的呢，这就是葫芦丝啊。葫芦丝，对啊，这也是乐器的，是啊，哎呦，没有看过哎，对啊，好特别哦，哎，那你来演奏一首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那我吹一首《太湖船》好了，《太湖船》，太湖船，太湖船，来到太湖应该要干嘛？魔王，划船，可否上你的船呢？哎，魔王。小猪一起来嘛！给我，哎呀，走开了！哎呦，好像太重了耶！小猪好重啊！你才要重，你才要重！你好重啊！七匹狼很重哎，哪有？啊啊啊啊啊！好了啦！哎哎，沉船了，沉船了！哎呀，哎，没有没有，你哎呀，重是你啦！拍拍手哇！哇！原来是葫芦丝哦，很少看过这个乐器耶。前面像一个不外有没有？就是葫芦，然后再延伸出来的。对啊，这就是葫芦丝。啊，好厉害哦！很特别。好，我来宣布一下，好，这一题呢，再次由三只小猪获胜。耶，又是我们的分。三只小猪果然是这么厉害。接着呢，我要来第四题，也就是什么？好聪明，狮，狮，请抢答。狮，这一次你，你们又会了，你又会了，你又会了，奇怪。狮指的就是弦，所有有弦的乐器都是狮。乐器啊，像我手上这个叫做中阮，这个叫做琵琶，没错，所以我们是丝类乐器。让我弹一首给你听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哎，丝类乐器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的胡琴也是丝类乐器啊，还有后面白雪姐姐的扬琴跟公主姐姐的古筝也都是丝类乐器，你们那两个算什么？对啊。但是一定还是我们家厉害，所以我先弹一首。哎呦，为什么会是你先弹一首？等一下，不要再吵啦！由我来做决定，裁判说的算。好，比赛就这样子，裁判说的算啊。今天呢，
由于白雪公主完全都没有演奏到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题呢，就先由这白雪公主来演奏吧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欸，乖乖坐着听，快点，快点，乖乖请坐好，坐好，来，前面坐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个公主来介绍一下你的乐器是什么，然后你要演奏什么乐曲呢？好。我的这个乐器叫做古筝，然后你们看到它总共有21条弦哦。那现在就替大家演奏一首《乌苏里船歌》。鼓掌！注意听哦。很有气质，好美。不要讲话。就由我们的白雪来演奏。杨琴这个乐器一起同时的替大家合奏一首新的曲子哦，大家听听看。好，再次掌声鼓励。哇哦，完全是现场的哦。好像没有，也是很简单哦。对啊，也
来了，来，哎呦，是不是应该？换你啊！换你来 PK 一下吧。换我来 PK， 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我来再来一首知名的胡琴曲，叫做《赛马》。这是真的要会的哦。当然啦，小心心，没问题。干什么？赛马，这个连我阿公都会拉，你拉这个，哈，连你阿公都会拉。你好歹选一首跟一样，我们跟我们一样有创意的曲子啊。有创意的是不是？那我就来跟你 PK 你的摇滚版。我的摇滚版？你有摇滚版吗？我就再来一首摇滚版的赛马，听听看啊。Music。吹的那个陶笛有点烂惨，可是这次呢，反回一城啊，没错。好，我来宣布一下，今天呢，这个诗得分的是，你们是气头狼啊，气头狼，三只小猪，白雪公主得了一分，哇，不错，终于得分，好，得分也可以，先把握，想必啊，你们啊。出了题目可能太简单了，这样子好了，我来出一个难一点的，难一次出三题，也就是三次出三题啊，金阁木，金阁木这三题，看谁会啊？可以选吗？可以选吗？魔王，我们直接选吗？可以，赶快，可以啊，请抢啦！我选金好了，好，我们最喜欢金银财宝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金呐。我们选木好了，因为妈妈说希望我们像小树一样成长茁壮。哦，不是像小树一样木呆，小树那吗？小树，树木的树，树木不是木呆哈。来，那个格，那就给那个白雪好了，白雪公主啊，格就送给你们了哈。你们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样子好了。首先呢，就由白雪公主带来的格，格就是皮革的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皮革。可是你看这个，这木头做的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你不要没念书给人家乱讲话啊！不然呢，这个明明就是革类乐器啊，怎么可能木头会有咚咚咚的声音啊？咚咚咚的声音。头上面摸上一层牛皮，所以才能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啊！咚蒙上皮就叫革啊！可是我的胡琴上面也有蒙上皮耶，我的蒙的是蛇皮耶。蛇？对啊。我最怕蛇了，是蛇！哎呀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看到吗？他怎么那么胆小啊？哎，然后回去好丢脸哦。对啊。哎呦，你那个吼，是啊。蛇皮，可是你还是有弦啊！刚刚魔王阿贝有说，有弦乐器就是什么丝类
嘛，刚介绍过都没在听，专心点嘛。我最怕没关系，没有，不要打扰啦。来到公主姐姐们，赶快演出啊！好，那就我们带来一首由鼓所演奏的乐器哦，大家听听看。掌声鼓励。刚刚听起来感觉像在庙会舞龙舞狮的音乐，对不对？蛮像的，咚咚咚咚咚哈！哎呦，哎，七头狼，你们呢？就是我们的啦，我们是金哦，金属做的乐器哦，好听着哦哈！哎呦喂呀！天干物燥。小心火烛！哎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算什么乐器？你这个也叫做乐器表演啊？你小没有发出声音哦？你这个也叫乐器表演哦？我才不相信你那个木可以搞出什么名堂！哎，对呀，你的木鱼也只能叫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这样而已。哎呦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取笑我们的木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们吼都不懂啦，我们团结力量大啊，我们可以让台下的小朋友们都跟我们一起演奏，这样子不就好了吗？你们要吗？台下的小朋友一起演奏。对啊，现在呢就是我敲一下，那你们用手拍一下，这样很厉害吧？简单吧？那我敲两下，你们就要拍两下，很好。那我敲四下，你们要拍几下？数学是谁呀？四下，我叫四下。哎，你干嘛？哦，对，我们听错了，是四下，对啊。哦，等会去多念点书，多念点书啦。哎呦，好，我现在要敲了，你们跟我一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哈，来哦，一起来哦，一起哦。感觉很想加入我们哎，好好玩哦，是不是？那不然给你们个机会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演一首，好不好？那小朋友跟我一起哦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先敲一次哦，来。啊，简单。一起来。嘿嘿。小猪可以融入小朋友、大朋友的一个拍手，哎，哇！而且啊，你会把敌人化成朋友，把七头狼跟白雪公主一起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。哎呀，这真是有智慧哦！好玩吗？好，三只小猪这一次啊又得一分。